来看今天粉丝举报。我就是要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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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追到最高，我要做到。后面是什么情况？是高升了吗？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。不是、啊。这是武当踢云纵吗？直接就是飞升了。这要是执念再强点，估计那是直冲九重天。下一个，蓝打吕布三七开吧，他七我三。不要问我的蓝为什么这么小，问就是还没有满月。满不满月不是很清楚。这小体格子，你看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其实缩水了。玩蓝这个英雄一定要自信，跟他 A 不要怕，正所谓自信即巅峰。二技能挂一下，被动回一波血。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小蓝是打不过吕布的。那怎么样才能打得过呢？我看前面还有魔神降世，虽然是关公门前耍大刀，但是也顶用。不是前面视频咱们说到瑶的本体是小鹿，鹿是食草动物，同样蓝的本体是鲨鱼，鲨鱼是生活在水里的，要多喝水，这样才能长大。来看一下我们长大一点的蓝。你看我就说是缩水了，进水里泡一泡那是直接膨胀了。大招控一下吕布，二技能挂一下，两发强化回坐下。可以看到啊，咱们长大一点的蓝已经可以和吕布五五开了。五五开应该是谦虚了吧，这最少是一九开啊。当然你要是说等级那肯定是五五开，但是想要赢下这局游戏还是非常困难，毕竟连防御塔都能打死我们。所以说想要赢下这局游戏还是要多喝水，只有喝水才能变强。喝了这么多水，咱们的蓝也是成功长大了。来看一下实战效果，发现吕布大招控一下，二技能挂一下，伤害不够再挂一下，还想跑大招再控一下，坐下稍微使用一下大招支援一下下路。好了兄弟们，敲黑板划重点了，稍微使用一下大招。完了，不小心被吕布给包围了。吕布你怎么不开大呀？这是被吕布包围了，他没你小腿高，让他开的跳起来打你膝盖吗？你不开我可是要开了。落地击飞二技能坐下，合理合理。下一个，哎呦呦，又喜欢开玩笑，你他来了，炸死你。喝汤多吃一点没事。为什么不喝？喝！我回家炸死你！就是大名鼎鼎的重庆水桶和大日本双料高级特工，代号炊事员，炸死你！有鸡汤来。